喜欢的人也太难了吧？怪你自己，你怎么这么说？请问你那个我的床单掉你们家阳台上了，你稍等。早知道换件衣服了。给你，谢谢。我家门被风关上了，你能不能帮我叫个开锁师傅啊？行，你先进来吧。这时候你把握机会啊。我努力了啊，聊点什么呢？哎，你也玩这个游戏啊？嗯。这么厉害，能不能带带我啊？好吧。完了，我们要输了。我来帮你。输了。他都不约我打了。打什么？你是不是嫌我打游戏太菜了？上次帮你打的那男的是谁？啊？我来帮你。嗯。你稍等，我一开始就喜欢上你了。给你。谢谢。我刚刚是没表现好，能不能带带我？好吧。那个男生是……哼，我吃醋了。啊，我们没关系。一想到昨天的我好喜欢你，今天的我就要吃醋。那后来门锁打开了吗？忘了。希望你们的爱人都能不被辜负，爱有回声。双十一买什么？看我的天猫新选版，给大家排名今年我最想买的双十一好货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吧？这可是我今天刚买的杯子。你放心，我马上赔给你。什么型号，多少钱，你发给我，可以吗？我现在有急事。啊，好吧。我太聪明了，终于要到他微信了。天哪，为什么这么贵？这下完了。喂。喂。那个杯子的钱我能不能过几天再？你眼睛糟透了。啊？我早就看到了。我就知道你会碰坏我的杯子。你对着杯子傻笑的样子太明显了好吗？啊，好丢人啊。我根本没想让你赔啊。嗯，那看到你朋友圈说想看电影，那就请我看场电影吧。人生如戏啊。